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女人为何非常怕美国人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那时的日本可以说是经济最萧条的，美国的两个原子弹让日本几乎一无所有，剩下最多的只有女人了。作为战败国，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进驻日本，数年间驻日美军人数超过50,000人。他们在刚经过战争摧残的日本生活怎么呢？在战后物质缺少的情况下，美国大兵依然能享受与众不同的待遇。当时的日本人普遍都吃不上饭，穿不上衣服，大人们穿着以前的破旧衣服，小孩们则是光着屁股。而日本政府为了讨好美国人，釜底抽薪来供养美国人，吃喝玩乐什么都包，还提供大批的女人。可以说美国人当时过的神仙般的生活，美国人有如此待遇，按道理日本女人应该都想嫁给美国人，这样可以衣食无忧了。日本女人为何非常怕美国人？当时日本政府招收大批女性专为美国大兵服务，很快全国到处是慰安所。但是由于美军的不节制和不愿采取安全措施，很快的就性病泛滥，最后实在没办法，命令关闭所有慰安所。由于多年的被美国大兵暴力摧残，很多日本女人心中留下阴影，非常害怕美国人。据当时日本女人回忆说，宁愿死也不愿嫁美国人，要嫁就嫁中国人。